所以那个 K 六不去了嘛，青坛不去了嘛。嗯，青坛还是去。冰美跑，东冰美跑沼泽，阿 C 跑那个一号线。我。你要好。那我去 K 六，七哥去 K 六。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啊。对啊，要去 K 六。谁要去 K 六？没有了，没有去 K 六了。我刚说去 K 六。有啦、那个、，K 六还是有一台要先抢，要抢。我去。哥特来，那个让小健去前面就好了，我们在他后方掩护。这边要多一台清坦哦，我当时好像 OK。我绕回去，我绕回去了。再稍微贴近一下，再来。没有亮到车，要小心。A B 号线哦。有树倒七哥会说。OK。有，你那边 G9 一台轻坦。我再往前一点点。OK， T 三二小心哦。你的视野可能没有那么好，我应该是首家的。后面打死他 ，nice， 帮他跑掉了。不要追哦，不要追哦。那这些轻这些轻坦，金车轻坦来这里，来这里。后面有，不要去了。T32那边有很多车吗？有三台。OK， 那你推到这里，在这边这个位置。OK。他们都在这里，三台在那边。35835去 S3，再往后面拉回去吧。三台不够多的。他们射速很快是吗？龙爽他们那边的应该是轻坦，而且都全部都是机友在那边的。重坦不是重车了是吗？重坦。刚阿龙说是1234发，一直射到48。你们这边的坦克血量多少？满的吗？只有一台满的，其他都满的，其他都满的。OK。他们不急，因为他们地主。哎，对不起。来，我们这边轻坦能抽到吗？太远了，是吧？要往前面移。他在石头后面的。阿健那边可以抽。九号线、十号线，刚刚其他两台没亮出来，应该是重坦，因为那个伤害都是400多。OK。打 S3，都 S3。那炮车，你看哪里你可以盲炸的？好，我有在忙着。OK。这边不全，我开车算难打。A 号线要再看多一下吗？我。可以。尽量不要掉血了。对，小心一下，对，可以小心一下。哦哦，后退。刚才盲射那1390。这边的两辆轻坦没有被亮到，对吗？没有。OK， 那我去前面亮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车。老蔡哥，你那个1390那个方向可以再盲射一发吗？查得到吗？可以。好。他如果移动的话，就会被从边面看到了。好炮了，应该是死守的。丘特莱，你要看左边啊，丘特莱，因为刚刚就是他从左边冒出来，我本来要去探左边。阿
NG 我可以绕到、那個啊。不要出去啊、哦！只是看着看着不要出去。我是车可以绕到巨蜥的凹槽吗？山上，他们应该没有车会看。记得这边不是有一个草堆的吗？是吗？我们很喜欢躲那边的。OK， 可以。他们想要看山上的那台车的。安居，我可以上去吗？上侦查。我是想说，大部队清坦全部一起上去。那这样的话，我需要 T32 的话，你OK， 你先你移到这里来，这边有块石头，你躲这边。然后这些清坦全部拉回来，包括这一台。开始走位哦，开始走位，开始走位。这台清坦应该留那边呢。你要你的吗？抱歉抱歉，我没有说清楚。你这样回去会被亮刀吗？对对对，我现在回去会被亮。会被亮的话，那就算了，不用不用，你留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就好。我想跟我们一起过去就好了。这样的话，这台清坦你留在这里去亮。OK， 这边 F 号线有被亮过的车，你留一台在这里，然后其他的这边集结。啊那个、修特来，血量比较少，你驻守这边好不好？修特来，你驻守这边， okay, 你血量比较少，哎。然后中边妹，你不要去中边妹，你血量多，等一下要攻击的时候，你血量比较充足。不小心压到，该躲这上面了，上面比较安全。那现在我们是清坦全部集结好，我们一起上山哦。这样抛车的话，你可以瞄。瞄瞄往前的、啊，瞄前去前面集合了。在一起是吧？对对对，全部在一起一波，我们上山。上金蛋哦，上金蛋哦。OK， 七哥你等一下，七哥等一下。啊，人数到齐了。OK， 走。如果 OK， 可以。一起上哦，一波上到完。啊靠！打打打！大大大！不要回，不要回，他们就三辆。不要停哦，不要停哦。还有车哎 ，RNG 你后面。让我们物业本，让我们物业本物业嘛。绕他们，绕 IS 三。那个谁，你刚刚没有来凑啊？好。那我只能黑那个谁，我去偷站点嘛。全部都在这，不是三台而已，已经移位，全部都移位。好呀好呀，妈的，都在山上。他们还有一台车在加、哦、看中间，看我屁股啊，看中间。下次可以出那个德国新 TD 啊，隐蔽好，速度快，跑又痛。他们全部在那个地方，我完全是听不到、啊。我那那个地方，如果是我们原本的位置，我会到 F1 去抽的话，那还抽得到。关系。我判断错误，因为我刚刚看一台清坦，它往后跑，所以我以为说他们山上是没有人的。他们也在搞假象啊！刚才如果我们不要一次过一起冲，只是第一台先探头一下，然后再决定，也有可能有不一样的结果吗？他们三台重坦都看同一个方向嘛，然后他们上面是那个摆好脚的，他摆好脚，摆好脚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会这样？其实我们退回来来的，他们的战术很奇葩、欸，真的很奇怪、欸。对，他们为什么怕掉车？这我断线吗？他就猜你这样子来啊？他们是怕吊车是吗？妈的！因为他们都残血了，然后不吊车。有吗？那个有一台那个 TD， 他们血量蛮多的。没有 TD 都剩两，最多两发，有一台剩一发。可是我们三台嘞，他们在三台。
幺三九零也是一发。树岛，树岛 ，G 五树岛 ，G 五树岛。他们架好枪了。如果是我们的作风，我们一早就冲过去吃幺三九零。对呀、啊，一吹也赢了。还等那么久？旁边有一个小车来了，趁早开炮了。哇！七五四，你可以开炮了。到现在没有发现有。输这个猫，明天再打。没有啦，刚就。因为不划算嘛，怎么讲呢？我们清坦那么多，怎么打那个重车？如果真是三台的话，当然可以打死。可是他后面还有那么多弟弟，他后面两台，他最主要他三台，他最主要没有他 T 三二两台，两台蝎子四台，加上三台杠七，哎，三台杠三，一共有七台车就全部在那边了。对啊，所以等于就三台清坦在外面跑啊，然后其他全部运上山了。